非遗扬州，扬州旦词，扬州旦词流行于扬州、镇江、南京、上海及苏北等地区。扬州弹词的书目是以描述爱情、婚姻故事为主。现代扬州弹词艺人和文艺工作者曾创作过一些新书目，如取材《聊斋》的席方平，取材古诗的《孔雀东南飞》，取材小说的《啼笑姻缘》，取材电影的《李双双》等。另外还创作了许多开篇，还有一些扬州弹词曲调是从其他音乐演变而成，或是艺人自己的创造。扬州弹词在表演方面的艺术特色可以概括成四个字，即表、箫、巧、鸟。晚清明初，扬州弹词曾有周氏、孔氏、张氏三个流派，现在唯有张氏旦词有传人。